就这儿。张老师，夏小菊没有作弊，是我和包翔翔我们两个人要作弊，被夏小菊发现了，想要阻止我们。月考还敢作弊？张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作弊。这次你们俩的成绩，按零分处理。另外给我写一份检查，3000字要深刻。没想到，放学之前要教你在学校的人缘还不错、啊。你呀、啊，这件事情要是让你爸爸知道，看他回家怎么收拾你。小菊妈妈，啊，张老师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们几个上课去，都去。哎呦，老师好。小菊啊，你也去上课吧。啊，十一，陆十一，谢谢你们帮我作证。谁让你多管闲事啊？你作弊本来就不对，懒得跟你废话。走，宝宝。哎，你别介意啊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多相处相处就好。嗯，也许你说的对，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坏。上课吧。嗯。